才就是你，就是我，一身是道真不错，牺牲奉献带头做，待人诚恳又温和，不会随便来发火，看事情正面善念要把握，对成佛没有帮助的都当作没什么，计较做得多，尽忠职守不推脱，光明正大又磊落，心安理得没污浊，看别人有点长处要把握，对己是有所注意的